是都会有跟这个城市相关的城市主打歌。那当然，马上我们也要揭晓城市之星。虽然武汉这一站的城市之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但是这样就不好玩了嘛，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一个 VCR 的方式来公布到底谁是城市之星，大家能不能配合一下，假装不知道，觉得很惊喜，哇，好不好？都是影帝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渴望舞台。珍惜眼前，感恩一切所获所得。2013快乐男声全国巡演，武汉城市之星华晨宇。来，刚才讲好的啊，那种很 surprise 的感觉 ，Ladies and gentlemen， 城市之星华晨宇。我们武汉的城市之星，当然我相信这个奖项呢离不开所有的喜欢你的这些粉丝他们的投票支持、票房支持。当然我也相信这一站在自己的家乡获得城市之星，相信你此刻内心有很多的感触。要不要先跟家乡父老打个招呼？你们起来吗？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兜兜转转经历了很多。现在呢，华晨宇带着满满的收获，像刚才他说的，回来了，回到了家乡父老的面前。那刚才我们约定好的要那种很 surprise 的感觉哦，城市之星华晨宇。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呢，华晨宇对于这一场这一站的巡演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啊，所以说相信一会儿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用他最大的能量、最大的小宇宙来唱出最响的火星之音。那首先我们在这边要用歌迷的力量来给你加个油，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就是现在除了你们歌手很厉害很有才华之外，粉丝朋友都非常的有能量。据说在你自己的这个真正的专辑 MV 出现之前，家乡的父老还有你的这些粉丝已经帮你制作了一个专属于你个人的 MV。是吧？不光是有这样的 MV， 如果还可以在武汉，我知道这是武汉目前为止最大的、最棒的演出场地的大屏幕上，在快男巡演的现场，我们现场播放一下这个 MV 怎么样？请看大屏幕。Oh,
听听花花看过了这么精心录制跟剪辑的 MV 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谢谢你。刚才我在上台之前就已经有你的粉丝在我的微博里面留言说，今天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而且呢先叮嘱你千万不要哭，因为他们还没听你唱歌呢。而且我也知道呢，华晨宇今天准备了之前在别的场次没有唱过的歌，今天在这边特别的送给你们。然后这样吧，我们先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气氛啊！你带着这么多有才的火星人，把刚才那歌再唱一遍行吗？可以吗 ？OK， 需要弹琴吗？要不要给他们个和弦，给个调什么的，还是直接唱？花花，我们去哪里呀？有我在这边，不怕你不怕。花花，我们携手不怕，多情人在等天涯。掌声鼓励，谢谢。好，感谢刚才各位暖场嘉宾的现场演出，非常精彩。以下我们把舞台交给武汉城市之星华晨宇。